Hello，Hello，hello, 有人在吗？我很遗憾，昨天没播不遗憾，所以明天播不遗憾。大家期待吗？我不是打字慢了，我是不知道说什么。你们快问我一些问题吧，这样我可以说话。都在问我火树老师的跳舞视频看了吗？看了的。之前有个采访的时候，给我看了火树老师跳舞的视频，我觉得他好疯啊，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我觉得火树老师的 V-Rock 和我的英雄有的一拼，因为我太火了，所以你们发的好多条我都看不过来，不是有时差了。再简单一点，是因为我太火了。我发现你们一直在质疑我的时装品味。我这样还怎么在大厂立足？你们让我衣服不要扎裤子里，然后让我把阔腿裤扔了，然后让我把格子衫不要穿。哎，我以后就把格子衫扎在阔腿裤里，气死你们！等我一下，我在翻台，我找不到那条评论了。有时候看到很生气，但是马上就过去了，然后我还要找他，很疯哎。本来这个不是一个哎很有爱的一个互相爱的一个环节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什么时候那个画风开始突变的？我真的要看晕了，怎么办啊？我没有掉线，我一直在线。你们让我自己 Q，你知道我主持要结主持费的吗？哇，我刚才听完自己那条语音，我觉得自己笑太吓人了。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期待一下明天的节目。那首歌我很喜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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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喜欢。那天我和孙云浩编了一个新的，就是你说嘴巴嘟嘟噜嘟噜嘟，又跑调了，等一下怎么办？接下来我要抽一个幸运的粉丝，我要送出一个礼物了。这个礼物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礼物是什么呢？我刚才问了一下，是会员卡和我的亲笔签名，很心动吧？还好吧？现在开始抽奖喽，然后大家请在评论区、公屏区打上"唐九洲最帅"，我会截图。哎呀，你把我没有这个操作顺序，自己编的。你可以打"唐九洲最帅"了，然后我找一个，我自己看着。很有眼缘的 ID，然后就把他就抽了他送给他，好吗？好啦，那我就要做 ending 了，就是大家明天就会，一个是见面会上见到我，然后第二个是节目当中会见到我，就大家不要因为今天我怼大家不来看我。那好了，我要去练习了，拜拜。